看图猜成语，第一题天马行空，答对了，就位。哦，好高哦。第二题问马奔腾，错吗？要前进，马不停蹄。驷马难追，驷马难追。给你提有车有马，马到成功。不是，他们两个马跟车是在一起的。啊，我知道。车追马龙。他们两个在一起。哦，你打我吧。这个好难哦。我不知道。第一个字是并。并驾齐驱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并驾齐驱。答对了。上台哦。下一个。有一个水杯跟一个火，水火不容。有一个水杯跟火，后面还有一台车子。他车也算啊？不要乱讲。车追马龙。飞水车薪。答对了。下一题。啊，我知道。没开眼药。答对了。有一个阿公拿着石头，后面有一座大山。你打我吧。我只想到一个、欸，阿公看起来很笨，跟你也很笨，你凤山答对了，还跟我讲的一样。下一题，打草惊蛇，答对，有提示。哎，今后怕死你。有一个狼跟一个老虎在吃东西，狼虎什么的，你打我吧。狼虎宴，什么你要讲？你讲。狼吞虎咽，狼吞虎咽，答对了。好，不知道。哎呦，天主答对了。答对了。下一题。狂风暴雨。重点有一棵树。有一棵大树。风中蟾蜍。风蟾蜍啦。风很大。风很大，对一半了。跟风很大有关系。有一棵树，有一棵树跟风很大有关系。修炼，风大。修炼，屹立不摇。我已经快不知道怎么给提示了。哎，你说什么？树大招风，答对了。哇，太真的嘞。没有了。哇，好白白打了好几下。对，那个树真的是。太深了，这是人生经验的问题。